梁國雄議員。嗱，小弟略略講下曾俊華，因為佢今日唔喺度。其實陳偉業議員咧，真係太唔懂得官場術。曾俊華從來讀書嗰陣時冇讀過經濟。你係要就邊一項嘅修正案？就係就翻呢個減呢個曾呢個財政司司長嗰、那個開支，我提噶嘛，已經講過噶啦，即係同埋阿林鄭月娥個一樣嘅。你係咪想問清楚咧？係，我就揾俾你。733號，你繼續啊。係啦，無謂嘥時間啦，你知道講咩啦，係咪？你係想嘥，我就揾啦。嗱，我點解要減佢嘅辦公室嘅開支咧？咁陳偉業議員咧就喺度，即係佢問點解佢會估錯數咧？阿哥，佢一日都未讀過經濟。咁可能咧就去讀教短期班，我睇佢履歷就冇嘅。嗱，量才而用，咁曾俊華還睇電睇都唔係天才啦，可能武術天才啦，入錯行啦，成日話自己打得，係咪啊？喂，主席，你要請個秘書，嗰個友話我穿膠花嘅，黐膠花嘅，你會唔會請啊？梗唔會啦。曾俊華的履歷我都費事讀，我未睇過佢讀過任何經濟科嘅嘢。咁咧佢咧就一早就過咗美國㗎啦，對香港梗係唔熟悉啦，係咪？嗱，佢喺麻省理工學院讀建築學嘅學士，其實佢應該係建築署做嘅。咁就佢又講得好神奇喎，建築學嘅學士就點會即係？讀到咁多佢心儀嗰位教授嘅嘢咧，我都真係唔明白。我唔講嗰位教授嘅名啦，一個即係語義分析學 Chomsky， 拍馬屁都未拍到 Chomsky 啦佢。人哋反戰，人哋反對華爾街。好啦，跟住讀完就係美國嘅波士頓州立學院雙語教育學碩士，佢應該做啊吳德儉嗰個位錯配。是不是好啦，再讀啦，嗱呢個勉強得啦，就係公共行政嘅碩士，佢係讀過嘅，係喺金乃迪政府學校公共，即係哈佛大學嗰度，嗱呢個係最名牌啦。嗱，咁佢跟住翻嚟咧就做呢一個公務員。嗱，眾所周知，佢點解會升官咧？就係、是、跟住甄氏通親，即係中親會咧嘅榮辱而上升嘅。話說，佢嘅兒兄曾蔭權喺沙田做呢個政務官嘅時候做得好好，今日沙田都好好，咁佢有份，咁就跟住佢去啦。嗱，所以各位，你話佢估錯數而怪佢，不如你話叫嗰個友，不如去譴責叫佢估數嘅人。主席，我唔嗱，即係。呢、這個真係官場裏面真係最好笑嘅教科書嚟，各位同學，學非所用，不自量力。嗱，佢就1997年咧，就去過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做處長嘅，咁自然係無功而還啦，都回歸咯，仲講乜嘢啫？中英關係一係好好，一係就斷絕。好啦，佢翻嚟就做咩？做海關嘅呢條友，原來。海關嘅關長，咁同呢個經濟有乜關係呢？我想請問各位，同經濟有關係，不過係非常之微觀嘅嘢。哇，捉下啲水貨啊，知識產權啦、啊，嗱嗰陣都未興知識產權。好啦，其實佢真係又同我哋炒樓有關嘅喎，我哋個禍害，我讀俾你聽，主席。2001年7月開始，佢出任呢、這個。規劃地政局局長，我哋成日話唔夠地嘅，原來就係佢一個規劃嘅，係咪？咁跟住咧又官升一級啦，就2002年7月啦，至2003年7月咧，又升一級啦，叫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秘啦，位極人臣啦，公務員裏面已經，即係做到嗰度冇得上，咁跟住就調啦，係咪？
即係2003年8月，嗱，記住2003年8月咩事呢？就係、是、七一遊行之後，個政府非常之弱，咁佢就去咗做工商及科技局局長，蘇錦良局長，佢係你嘅前輩嚟噶。佢做過乜嘢啊？我哋六大乜乜產業，即係喺香港產業空洞化，一事無成，就由佢老人家冇地。產業空洞化就係靠呢個人，佢講嘢或者讀得書多。好啦，我話俾你點解佢會冠升一級咧？因為佢個兒兄啊，即係契哥，喺2006年咧就已經做咗特首啦嘛。咁咪一月咪出任特首辦主任咯，呢、這個遊委咯。是咪啊？林焕光瓜柴咪佢上咯，踩住人哋上咯。董山瓜柴咪佢踩上去咯，是咪啊？所以佢后尾如果踩住啊董山嘅重将梁锦松做咗林梁锦松个位。嗱，佢嘅儿兄步步高升，二弟自然系方不择路，因为要搵个位俾佢做啊嘛。咁有咩好做呢？喂，自己嗰个儿兄做过嘅嘢等耐咪得啦。如果儿兄喺度做过嘅嘢嘅人脉也好，秘笈也好，冚唪锁晒喺夹万。譬如间举例好似个笑话咁样，如果有咩事打个夹万，就係不知道。第二就係有阴谋。第三无话可说，搞掂。嗱，即係呢个即係升官图嚟㗎。主席你玩过升官图未？一世过。古老嘅遊戲喺度摘嗰啲嘢咁喺度升，我都想攞翻出嚟。我一睇到呢一頁臭味好濃郁，即係話我哋今日俾錢一個位極人神，可以喐下就鬧下議員，喐下又話要打議員，喐下又估錯數，喐下又話老人家係負擔嘅人啊！原來佢係冇讀過嗰門㗎，哥。是冇讀過經濟的，不知佢為何物啊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啊，佢點解估錯數呢？嗱，佢喺度升仙嘅時候呢，佢嘅兒兄啊，阿曾蔭權呢點會發達呢？就係佢做過副務司司長㗎嘛。呢個英國人走嘅時候覺得啊，呢個僆仔幾好喎，識得吹口哨喎，養金魚喎，咁就帶挈佢㗎嘛。咁你而家呢個兒兄點帶入佢呢？連副務局都未做過，坐直升機好似四人幫咁，突擊入黨，突擊提幹，咪搞成咁囉。2006年1月出任特首辦主任，同經濟有乜關係啊？哥做過咁多行，除咗係去倫敦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個處長嗰度做咗兩年之外，冚唪都冇。喂，係掌管我哋而家香港嘅經濟命脈喎，係我哋香港每年最重要嘅法案嘅起草人喎。估錯數有乜出奇啊？不過好彩，佢係估少咗，咁大家覺得，估少咗，還掂都有銀袋落袋，咪算咯，係咪？但係主席，估少咗銀有個問題啊嘛，因為我哋係量入為出噶嘛，你諗下點使錢，咪使少咗咯，使少咗之後咪派錢咯，咁窩囊嘅人有乜辦法？政府唔係永遠有個危機裏面啊，估錯咗錢，咁冇啦，咪派出去咯，喂！派糖你都真係想派㗎，估到咪要派囉，係咪呀？你知呀，財多身子弱會病㗎嘛。嗱，陳偉入議員，你真係無知，你唔知條友係東郭先生嚟㗎咩？喂，濫竽充數，我都其實真係老實講，佢寫 blog 嗰陣時話我喎，你真係講嘢呀。嗱，我再讀一讀，咁佢嗱呢個真係死因嘅報告嚟㗎。咁好啦，
2006年1月，咁佢為佢嘅兒兄咧打掃下呢個門庭啦，就做呢個特首辦主任，就踢走林煥光嘅勢力啦。咁跟住2007年7月，佢就做呢個特別行政區嘅財政司長。大家都知道，曾蔭權上任之後，佢為咗要酬庸同埋傳位於唐英年。唐英年就做了政務司司長，咁邊個替呢？咁咪揾咗佢替咯，係咪啊？咁你一個咁嘅人估錯數，有乜出奇呢？係咪？咁跟住喺07年嘅任內，係咪一事無成？靠呢個自由行啊，靠呢個其他嘅嘢，呢個 CIPA 係喺香港用呢個財富效應，令到我哋財富好似 bubble 咁升。冇任何嗱，財政司我唔知道你有冇讀經濟，你有睇 New York Times 噶？人哋日都係咁講，而錢太多，呢個印尼啊、新加坡趕走佢啦，佢趕走佢啦，佢唔係喎，俾多熱錢嚟喎，俾佢炸彈我哋喎，不學無術如此。咁佢咪得閒咪講咯，飲咖啡用咩好寫啫？老實講，都唔識，係咪？主席。呢、這個人其實人品都唔錯，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唔係做官咧，講下笑都唔錯，幾有風度。但係今日我哋講緊嘅係乜嘢啊？估錯數，估錯數。點解我對佢手下留情咧？有一半咧就係可能係用人錯咗啊嘛，哥叫你整咗北京填鴨，你買只雞翻嚟，咁點整啫？所以我疑中留情啊，一半啊哥，有一半咪邊個叫佢做嗰個有俾翻佢咯？佢契哥也好，佢邊個也好，係咪啊？係咪做唔到嘢咁攞少一半人工？嗰個話佢做得嘅咪俾翻一半人工佢咯，係有道理㗎，主席我係咪啊？好啦，到今屆佢又發明咗一個新嘢啦，就叫未來基金，主席。即係所以話一個人要知下收斂。如果你係唔識經濟，求其一個講，叫啲助理去抄啲術語去講嚟講，你唔好講倫理啊嘛。你嗰個財政預算案唔好講倫理啊嘛。未來基金個頭一個出發點就係話，我哋嘅生產力可能唔掂，因為老人太多，老人太多，我哋勞動力細咗，所以我哋個 GDP 會少咗 ，GDP 少咗，咁多咗人退休，嗰啲人係負累。喂阿哥。學下人哋 Adam Smith 啦，你都知噶，做主席，人哋係因為要解釋嗰個道德情操論，然後去研究國富論嘅，何其偉大啊！人哋個心靈，學你咁樣樣，不學無術，走去搞經濟啊！人哋經國濟世啊，唔係你今日冇國富論睇噶哥，唔係我哋霎下霎下。以為係呢個亞當史密係經濟學家，呢個經濟學家啦，就係點樣令到英國係好啲？唔係話讀咗兩三年一個哈佛嘅短期課程翻嚟就講嘢，中產階級仲有知識噶嘛？係咪啊？佢識唔識㗎佢？所以我咪問佢係哲學家講，一個經濟學家講咯，我試下佢啊嘛。嗱，主席講咗咁耐，就證明咗制度出現咗問題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係咪啊？一個不學而學而無術，個意思係佢有讀書嘅，但係佢學之術啊，係不能夠對應個官位噶嘛，係咪啊？咁你叫佢而家喺度盲人騎黑馬，半夜臨心池，點搞啊，哥？仲要佢日日寫個年年喺度估錯數之後，去寫個財政預算案，叫我哋去討論喎。阿哥，老實講，我如果唔係為咗為老人家去爭取嘢，我真係唔討論嗰啲嘢啦，嘥時間啦，有乜值得睇啫？睇多本我喺上面買嘅書好過啦，係咪啊？所以主席，陳偉業真係唔明，曾俊華非常可憐，喺一個官場嘅。嗰、那個官場術裏面喺個浪裏面蒲一蒲一蒲一上去，有辦法唔係掙扎啫。所以我覺得
可能減佢半，即係一半人工係好啲嘅。等佢閉門思過，啊攞翻啲錢去買啲書嚟睇下，係嘛？唔好淨係飲咖啡，中產家唔係淨係飲咖啡嘅，睇書㗎。